就是围着，但是这样一来的话人员就很分散了。嗯，伞应该是蓝方要快很多，索纳队啊，我上来，哇塞，这个得分效率，这就是集火的魅力。雪崩啊，这附近拿车的人全没了。不是，这什么沟通啊，这只有自己打自己啊，但都能服。要是有的话能看一下现在的一个人员差距。那个好像是叫什么战争模式里边才有啊。哎，怎么狂打自己人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完了，谁也没捡到，城里面的全被逮到了。嗯，有打人，但是很难扶，很难补，都补不了。哎呦，豪斯哥刚才已经是击倒了一个了，这波自己为什么被发现，还是被拔掉？不是兄弟们的救一下啊！这一瞬间拉开了五个人头的一个差距了，五个人，那来回一来回，这不得差更多？哎，现在已经被补了。周平言，啊，周平言他跑到外边，快点儿，人家都要拿东西了 ，X Life 的，干嘛呢 ？X Life 的，好东西。我怎么看红队一个空投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啊，哎，左导这空投不会掉哦，但顶上也能捡得到，无所谓，都能爬的，反正这地方都能爬。中过，又有人中了，又有人突破，又有人没人，又有人没人，又有人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兄弟们，直接一枪投，老队友啊，所有人又有人投，干了，干了，集合集合，都给他干了，要打下来。好，看一下有没有稳的。两个玻璃变两个架子，这架子太远了吧，这隔了600米。啊、两人在一个基地，估计比较好沟通。俩人先说好，我们在这里搭架子。小左，小左一人去保了。哦，白给。哦，他是当地的 C 四，小左刺杀技攻击成功了。小左厉害了，他把 C 四连到车上开出去了，牺牲自己成功了，成功攻破了对方那个堡垒。来个大圣，有没有人能扩大他这个优势？有没有人能抵到基点帮帮他，把赛人都补掉呢？其实这个很好救起来的，去了去了又去了呀，都救起来了呀！哎呀，一个再去一个，哇！这所有人站在一起，一个雷能闷两三个。丢太婆和您那个地方看能不能打一些刺身，救人救得太快了，哇，把防区打干净了。是的，这样的话索纳队目前是所向披靡，这才四圈啊。两架子哥呢？架子哥在哪？架子哥过来了，架子哥过来，我刚才看到布莱已经过来了。啊，您那个位置侧身也打不了太多了，您马上要被踩头顶了，全部过来了，那还剩几个？全没了，没了。